力乐团大港开唱，林长佐卸任立委后回归，一出场就让歌迷嗨翻天。一首首震撼招牌曲《声嘶力竭》，现场歌迷听得好过瘾。而这次比较特别的是，闪电乐团首次在下午一点大白天就在大港开唱。林长佐自己也说，以往都是压轴演出，这还是第一次跟大家说早安。大家早上，今是咱伫大港开唱第一届，当跟大家讲早安。这次表演选择白天，是因为要跟香港团队配合，及时输入接紧搭配。不止白天表演是第一次，林长佐更是加码爆料，台上就说出超级贵宾要来替大港。我先跟大家透露，今天傍晚总统会来，15年第一次，蔡英文总统会来。他卸任之前应该有点想要放飞做自己。林长佐爆料让辣妻 Doris 傻眼，只说会接到幕僚电话。而总统蔡英文在下午5点左右抵达女神龙舞台，来看资深艺人苗可丽演出。我们一起说总统好，好不好？蔡英文大方站起来挥手，高雄市长陈其迈披着大港毛巾一起看表演。这是大港开唱15年来首次有总统到场，超级神秘嘉宾也让观众感觉好惊喜。三十元连冠之股先高雄报道。